新闻首先是来自民雄县的消息，代表国民党参选山区立委的陈怡晶虽然落选，不过现在确定是要入阁接掌青辅会。而且面对外界质疑，伊无行政经验，就接下部会首长的职务，以及传言伊是因为立委选战拍了袂歹，才会入阁。对此，陈怡晶下晡出面接受媒体采访，强调伊会全力以赴。朋友啊，新年恭喜，新年快乐！啊，以前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，我都会全力以赴。穿着和拼选战同款的白衫和牛仔裤，陈怡晶一出面，除了笑容满面向乡亲讲恭喜，同时针对接下青辅会主委的职务，表示会全力以赴。那青辅会的业务包括说，青年创业，然后还有职涯规划，然后包括说公共参与以及像壮游、国际合作等等方面，以及中央非常重视的弱势家庭的青年照顾等等呢，这些的业务范围，跟我们过去像已经从事学生时代的学生自治，然后包括说在新闻工作上面社会关怀、投入公共服务以来，一直以来所关注的是一样，所以我相信，我会全力以赴，而且有信心可以做好这个工作。陈怡晶表示，伊是这礼拜接到新任行政院长陈昌的电话，并愿意接下新工作任务的挑战。不过外界认为，在伊和陈明文的立委选战，陈怡晶以16,000+票输给陈明文，算是输了真公平。所以陈怡晶的个算是政治酬庸的传言也不断。人生本来就是无一定的会如何嘛，所以我是就是迎接人生每一个阶段，好好做每一件事情。目前确定接下青辅会的陈怡晶已强调，伊在落选后，承诺会亲近在地，并成立协会办公室。对此，陈怡晶表示，协会运作未改变，只是敢会带伫家己。伊讲伊搁咧思考，但伊强调伊目前是带伫家己面向。最新新闻，陈凯华、柯耀宏、民雄乡采访报道。